追求已经过了100多年，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前辈努力过，然后也牺牲过。而下一首歌《百年追求》，
这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是台湾，我是看到台湾的过去民主奋斗的故事，然后写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 idea 也是来自于百年追求那三本关于台湾的民主追求的故事，从那边发展过来的一首歌。那我就唱这首百年追求，这条路不会结束，不会努力不会停止，请大家一起加油呀，大家一起加油。是高雄美浓人，所以我刚两首歌唱了好多是客家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荒谬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意没有办法展现在我们的政策上面，一个政府决策上面，像反核的议题，为什么去年20几万人上街头，今年十几万人上街头，
为什么我们不能达成我们的心愿呀？学运已经出关了，可是未来我们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走。下一首歌《Formosa 999》是今年我写的一首反核歌曲啊。这首歌呢，可以大家我们可以现场一起唱哈，《Formosa 999》啊，我唱一座山，一座山，一条河，一条河。OK， 就从头到尾就可以一起唱的歌，好不好？那呀，那大家就看着办喽。OK， 努力的唱出来。待会如果你们的你们想跟着打节奏的话，一起来好不好 ？OK， Formosa 999 OK。
要再犹豫，下一个浮躁佛摩萨就就就不要再犹豫，下一个浮躁飞鹤家园大家，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大家。
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执行秘书严婉玲。我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南部办公室的执行秘书陈玉琪。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这么炎热的天气跟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继续新的一段旅程。在刚刚的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从3月18号开始，一个新的社会运动正在起来。那我们也看到了，在立法院的占领过程当中，发生了323的事件，我们有了330的大游行。那么到了4月10号，我们决定要出关播种，遍地开花。于是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这里是高雄。高雄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高雄是曾经发生过美丽岛事件的城市，高雄也是一个劳动者的城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会有4个诉求跟2个行动，都和这些事情有密切的关系。我想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地的主持人，让他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在地跟318发生了什么样的关联。好，我们今天其实在这边这个晚会哦，除了是整个民主阵线来主办的单位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在地的团体以及许多的公民团体一起在这边有做一个摆摊的一个我们有在这边摆摊。那如果呢大家对任何议题有兴趣的话，都很欢迎到我们旁边的摊位，因为每一个公民团体它就代表不同的议题。那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今天其实有在这边现场做一个志工招募的动作，像我们刚刚所说的2个行动，第一个是修公投法的行动，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在地的服贸产业的调查的一个行动。如果在地的朋友们有兴趣加入这2个行动，那现在就开始跟我们一起行动哦，等一下可以到旁边的帐篷去登记成为我们的志工。那我们之后有任何的行动的一个规划，都会再来通知大家。同时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这边现场有一个欢迎大家小额捐款的一个捐款箱的设置，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有余力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协助我们一起来捐款。那接下来我们会欢迎在高雄的在地的团体来跟我们介绍整个在318以来高雄这个南部的地区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哪一些的行动。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先邀请地球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李根正执行长，他同时也是绿党的召集人，他来告诉我们说，从318以来包括国家暴力，包括之后的自金区呢，会是怎么样子的发展，以及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子的国家暴力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国家暴力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持续的追究，我们还在持续的记录。那我们等一下会欢迎李根正执行长来给我们讲解国家暴力与自军区的部分。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董事邱花妹老师，她同时也是中山社会系的一个助理教授，她会来告诉我们说，刚刚大家在影片上面所看到的各式的南台湾非常有活力的一个行动。那我们现在就邀请李根正老师跟邱花妹老师上台。各位高雄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接近晚安的时间哈。过去在318占领利用地院那段时间，我相信非常多人整天要不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要不然就是呢直接想要奔赴现场，对不对？然后呢，尤其是在3月23号到3月24号那段行政院的事件，很多人一定是守在电视机前面，整夜都没有睡，对不对？我们亲眼见证了国家怎么样行使这样的暴力，对付我们始终坚守和平非暴力行动的台湾人民，争取民主。那段过程，其实大家亲眼看到政报警察先是排除了媒体，接着呢开始动用警棍，动用他们的盾牌，全力的就是暴力的殴打我们这些人民。其中还有一位，其实是我研究所的同学，我根本认不出他来，报纸登的就是他满脸都是血的样子。像这样的这个暴力行动，可以说是过去在台湾解除戒严以来，坦白讲是一个从来没有再发生过这么可怕的这种国家暴力，在街头上去这样对付人民。然后呢，没有想到在3月23到24号之间的这个国家暴力呢，我们以为这个政权会有丝毫的反省，但是并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比如说在4月28号，反核团体占领的忠孝西路，那个占领行动是非常的自我克制，我们那些群干部不断的站在群众跟警察之间，要求要和平克制，然后不断要求警方不要行使暴力，要求民众要往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受伤，
我在中山南路就亲眼看到政报警察从他们的警察群中冲出来，用警棍就袭击殴打人民，非常的残暴啊。那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政府依然没有丝毫的反省。行政院长江宜桦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排除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抗争行动，而且呢，我们的警政署还说要行使所谓的预防性羁押。我们的郝龙斌台北市长还说什么呢？说这些人是劫机犯。请问一下，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叫做劫机犯吗？请问一下，在座你们是劫机犯吗？郝龙斌过去在这个就是红三军上凯道的时候，他们也是劫机犯嘛。所以这些人完全是两套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台湾的民主做过丝毫的努力，所以不知道我们人民要追求民主中间所面临的这个国家暴力是多么的这个强大，而人民是多么的就是要多么的自治才有办法去对抗这种国家暴力。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有非常多的运动的伙伴，包括从318进到立法院的，还有从一直延续到428就是占领忠孝西路的，非常多 NG 的伙伴青年干部都遭到国家呢的这个法律的诉讼追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跟关注这场运动，因为国家的暴力仍然没有收手，仍然在持续的对人民施加。然后呢，接着这场法律战呢，如果没有民意的支持，有可能这些人就会被抓进去。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跟大家讲，国家的暴力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一件事情。